只听得援军营地号鼓连天，果然他们主动发起进攻了。可援兵的进攻留了一手，他们并没有倾巢而出，只是一部分人参与进攻。或许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攻打六合，而不是朱元璋这支无名义军。这样较低的进攻强度就给朱元璋留下了机会。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黄昏，援兵因天黑而撤退时，朱元璋的防御工事几乎快被拆光。如果援兵再坚持一会，朱元璋营地肯定就保不住了。到了晚上，隔河相对的两军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场面，援军营地一片呼噜声，好好休息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朱元璋这边营地是灯火通明，全在加班，赶紧抢修防御工事，要不然第二天拿什么顶。第二天清晨，援军营地再次锣鼓喧天，老套路继续进攻，等打到黄昏时撤退，只留下再次被拆个精光的朱元璋营地。就这样一直打到第四天，朱元璋看着营地里一万多个熊猫眼，觉得不能再打了，得弄个36计玩完。到了晚上，朱元璋命令部队只修筑最前沿的工事，修完后到后方制作干粮，然后睡觉，再把所有营地里的妇女朋友组织到一起，高强度培训骂街技巧。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，援兵还是老样子，锣鼓喧天地走到朱元璋营地前，可面前的场景让他们停下了脚步，防守他们的义军变了阵型，中间全是老娘们，两边才是男性义军。等援军进入声波攻击范围后，朱元璋组织的妇女们抡开嗓子，一波波铺天盖地的叫骂声向援军轰去。援军也不是怕被骂或者怕妇女朋友，只是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不知道对面义军使什么计，呆呆地站了一会后渐渐退回了营地，先让侦察兵搞清楚状况。